好，简单说明一下要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三项要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到卓兰数位机会中心的 FB，这里有一个赞，点一下，最上面点赞，然后呢，往下拉，找到最新的这一篇文章，可以送马克杯的这篇文章，一样在它上面点一下赞。点完赞了以后，记得按分享，这里可以分享。分享你就写太赞啦，或是什么都可以，就会 po 在你的 FB 上，太赞了，然后再按立即分享，它就分享出去咯。接着呢，请你在留言这里有没有看到20则留言？举例，现在到20则，你可以随便去 call 别人的，怎么 call 呢？就是在别人文章上按久一点，然后按复制。按完复制以后，你自己来下面这里留言，也是一样，点久一点就可以贴上，点久一点就可以贴上。然后记得呢，把别人的朋友先怎么样，删掉，要用你自己的朋友。举例呢，怎么标注朋友，就是加一个井字号，再打你朋友的名字，黄群渊，类似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标注成功了以后呢，哎，这个井字号好像是小写的，是吗？啊，你就多打几个，不是多打几个，3个，然后再按送出，按这个送出，你就成功了。哎，各位可以去试看看哦。要做3个步骤，第一个就是在官方的 FB 这里按赞，有看到小白点哈、哦？按完赞以后拉到下面，这里这个文章。记得要分享，现在有13次分享了，还有这篇文章也要按赞。接着呢，留言，我建议你先去20则留言里面去 call 别人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打字了，按久一点就可以复制。接着来这边按久一点，按久一点就会有贴上，贴上完了以后呢，把别人朋友的名字把它删掉。改成自己朋友，记得标注朋友要加井字号，这样子才有标注朋友。好，各位可以试看看，这样子就可以抽奖啦，就搞不好你就抽中了，就不需要花100块去买马克杯了，或者可以多做一个。好，各位请试看看。